从 Seventeen 随着 Twice 的 Alcohol Free 起舞，到陈宽和 Momo 产生了有趣的误会。这两个团体证明了他们是彼此的粉丝，但当宇俊翰在电视直播中被发现是 Twice 的铁杆粉丝时，这对组合和粉丝来说都是一个有趣的时刻。当时 Twice 凭借他们的歌曲 TT 赢得了一场音乐节目而无法到场领奖时，这首热门歌曲在舞台上的其他艺人一拥而上时播出， Seventeen 在舞台一侧，所以宇俊翰像没人看一样开心地跳起了舞。俊翰刚跳完舞，明玉就指着正在直播的摄像机大笑起来。宇俊翰震惊的表情表明他是多么措手不及，仅仅因为被抓到跳了一段 Twice 的舞蹈，网民表示宇俊翰创造了一个有趣的时刻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讨论。